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，我们的特聘老师，著名音乐人高晓松。Unbelievable！ 瘦了，帅了，真的帅了，老师瘦了，老师。我希望看到你们更多的舞台，九分。谢老师。Unbelievable，amazing，unbelievable，crazy。四个八，然后这个四个九。赵平林慌了。他身材真的好好啊，比例非常棒，九头身嘛。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团队，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？我觉得要有化学反应。化学反应，氢氦锂铍硼碳氮氩氟氖钠镁铝钴磷硫氯氩钾钙。因为听了这一期的筛字。赛制，因为这一期听了这一次赛制，然后就知道了，可以，好，听了这次赛制，sorry， 听了这一次赛制啊，因为听了这一次的公演舞台的赛制呢，然后就可以有个保送资格，就是可以第一名的话可以直接进入三强，然后我们对这一次的希望会很大，而且想真正的靠这次舞台。取得一个第一名。哇 ，KJ， 大威，哇哦，二当家，哇，大威我受不了了。安东尼呢？哇，那是安东尼的吗？呀，呀。我的鸡皮疙瘩啊，看不够啊，我的胸肌很澎湃啊，我的热血已上涌。Baby one more time。 可以了，很棒啊，你好的，黄金要脱鞋了，很棒啊，大点，其实就虽然我们没有成功坐上那个宝座，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是因为老师对杨彤跟星辰的赞赏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在其实这次雕舞的时候，在抠舞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很辛苦，然后我知道他们真的很累，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什么睡觉，然后我们到早上他们都非常的辛苦，就是我们为了希望这次有一个共同目标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汇报演出可以拿下闪电优班第一名。对，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达到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听到何老师说他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样的 vibe， 一样的状态在舞台上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看到他们被夸奖的时候被看到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真的真的。